喂，真假？我开技能看不到你的车尾灯，你是真的假的？应该是这里，是小屋那边。小屋也有人。甩尾！哈哈，米妮，我要死你！救命！哎呦，滑倒。我记得许肥他们那队的人类好像打这关被龟武士锤烂了，我印象中。但是他们好像修到剩好像两台吧，还一台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感觉我也会被修烂。我又突然想到，我有那个开柜子找人的技能，为什么我又不开？哦，每次开场都在那边瞎找。为什么他的脚印会断这么奇怪啊？他明明就一直跑。然后他的脚印是断在那个石头的右侧，照理来说应该要连过来啊，为什么没有连过来？奇怪，怎么感觉现在 4.6 的鬼都好像是塑胶的一样啊，走起来都追不到人。他突然回溯，差点压到我。Yes, Link, 感谢，再送一个订阅。不是呢，完全追不到呢，还不是一点半点的，完全跟不到哎。哎呦，这样还被压到。有人呢。喂，真假？我开技能看不到你的车尾灯，你是真的假的？他跑太快了吧，这一只。我开着技能跟他绕了快一整圈呢，好猛哦，这什么鬼？完了，抓不完，真难受。大卫也没干嘛，他的技能就是安抚森林跟卫生的森啊。为什么全血跑很快？我不知道哎。好像应该要检举他一下，看他会不会被锁。确实，他那个半血绕了我一整圈，那边确实蛮怪的。Oh my god！ 怎么是这张图？这张图好大哦。哎，我这次记得了，先去开柜子。Duco， 感谢，再送五个订阅，感谢。先去开柜子。这样找人会快很多。OK， 三个。被恶心了，我只能这么说。这个追起来感觉是正常超多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这一只跟刚刚那一只 Tiger 比起来，这只就感觉正常，就是靠近它的速度很快啊。同样都是满血的人，我感觉我就很快碰到它。然后刚刚那一只 Tiger， 我真的怎么追都感觉接近不了它，应该要检举它一下的。啊！这样子又被修了一台，真的啊 ，gay。你还要修，修你的大西瓜！
这刀中了，我也很意外。我本来只是想破板而已，不知道为什么这刀也中了。中了就中了呗。哎，完了，天灾钩不是扎这台吗？不是哎、欸。那我小手脚没踢好亏哦，亏了一个亿。不是，我两个天灾钩都炸了，然后两个都不是炸这台，所以他们有一台超高进度的发电机不知道在哪。危险，我只能说很危险。是这台吗？也不是啊。我天灾钩坏了是不是？挂了，然后没炸，然后一样扣层数。这个人叫 Baby Shark。他这个应该要……哇塞，真假，老哥。这么忍得住，这样你都忍得住。直接左转。好了好了，他在柜子那边。这里好像要能量吸一吸，柜子一开，油门一开，哎，油门一踩，直接前进嘞。要，应该要。应该是这里，是小屋那边。大屋也有人。甩尾。完了，他们有是有安抚森林啊，感觉。哦，要结束喽。哈哈，能量刚好够。不给机会，那只有五挂而已。瓦罗兰 RK 五把开牌，目前赢三胜三。他们刚刚有人在找瓦罗兰，你故意装死哦。OK，OK，、OK OK、所以你们是跟小哦，你是跟小水他们玩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个真的正常多嘞、欸。我其实有点怀疑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些微调的人，他们带了卫生而生，就是为了要让鬼更不清楚知道说他有微调，会让就是那个人觉得说，以为我是因为带了卫生而生，所以我才跑那么快。可是他那个真的是满血，我都靠近不了他、欸，那个就真的蛮怪的。那他半血的时候在小屋，我开着大招，居然还要绕一整圈我才跟得到他、欸。那边的那边我其实就蛮确定那个有点问题，是我刚忘记检举他。TK 点 EXE 降价啦，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在受到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，专贬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，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。他作弊，他作弊！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告诉我。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。TK 点 EXE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破台。TK 点 EXE， 不必再用法令判通你，你也能是滴滴滴炸鱼高手。
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